实很简单，有没有人想要学的可以一起跟着我们站起来哦，好不好？想学的待会也可以邀请球迷朋友们上来跟我们的 Winston 一起跳，可以吗？耶、yeah! ！好，现在我们呢来分解动作，因为各位球迷朋友，我们的动作可能有点难啊，有点复杂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是坐在位置上，你只要动手就好了，动手其实没有很复杂。第一个动作呢叫做右左右，好，左边点呐、右边点，好，转转圈圈，哎，右边点呐、左边点，转圈圈 ，OK， 会了吗？好，再来下一个动作，左手右手扭一下，好，屁股扭一扭，哎，好，我们从前面坐到这边，坐给大家一起来哦，好。一二三，来，右左右啊，左边点啊，右边点，转圈圈啊，右边点啊，左边点，转圈圈啊，左手右手扭屁股，扭啊扭啊扭，哎，会了吗？啊，没关系，各位的手机对放不下来没关系，大家把照片不是影片呢上传到我们的 YouTube，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哈，耶！啊，各位摄影师傅们。今天的影片就靠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，叫做右手、左手拍，然后 全雷打 ，OK。好，最简单的动作就是这里的，各位台杠的球迷朋友们一定要学的，就是拍拍安打，拍拍全雷打，拍拍安打，拍拍全雷打，拍拍。安打拍拍，全垒打拍拍，安打拍拍，全垒打，会吗？哦，漂亮！可以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先往那个这个有一个重点哦。如果你在指的方向要正确，要往全垒打墙指哦。如果你朝内野的话，就是界外球嘛。好 ，OK。然后下一个动作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动作，好，左手。右手，左下，右下，好，我们要聚在一起。来，左右左，哎，好。最后一个动作呢，比较复杂一点，但是没关系。大家如果真的不会，上网看 ，OK。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右左右，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双手，嘿，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单手。再做一个动作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拍 ，OK， 这个地方比较细节一点，对，很多人都不会。先打开手，然后勾右脚，对，啊，再来打开，再勾左脚，把手举起来 ，OK， 这样球迷朋友们，有没有人想要上来跟 Winston 跳舞的、啊？要的要举手。